最起码在三年内，我们要做100所小学的一个为爱上社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目标。Color the way of love. Do join us.墙壁上图案，你觉得哪个颜色最漂亮？绿色和白色。绿色、白色，那你喜欢上面的什么颜色呢？蓝色和白色。蓝色和白色。刚开始那里是白色的，后来老师叫哪里的大学生来这里画了那些的画。那你喜不喜欢这个画？不喜欢。不喜欢。我喜欢。不喜欢了？为什么你喜欢？因为在远方看来全校亮色亮。帮忙还有帮忙哪些家里有什么事情呢？帮忙撒火，扫地，扫地，喂猪，还有洗碗，有要煮饭，煮菜，下午我要去那里要煮菜。要是读书我不走，不读书我走。这几天老人会很忙，所以我会在家里帮奶奶。煮菜煮饭。为什么他们很忙呢？因为他们去要玉米啊。我们去要玉米，去要花生。花生。那去哪边呢？我家在那边。我家只有。还有那边也有。他们放学以后自己煮饭吃，
自己煮饭吃，然后再继续回去上课。晚上呢，又一天也是煮两三次饭。我希望能够得到外界爱心人士啊、社会团体的一些帮助，为我们学生能够解决这些煮饭吃的这个问题。我们春天最漂亮，马上都是咖一山红，还有小草，全部都是小草，绿油油的，绿色的树叶，还有娇嫩的小草，粉红的桃花。我们白壁小学在别人的资助之下，学生都是很积极很努力学习的。现在我具体我的理想能让我们老师积极的努力的把他们培养成为，就是他们能够自助自理能够以后长大以后呢，就能够自己自食其力，努力学习，长大以后呢，就成为国家一个有用的人。家不离老妹，记得六年级，就想当老师，因为老师坚决而支持，就想车门的拉的，毕竟人民。家阿哥的产业，吉他当画家，因为就觉得画家，因为就觉得当画家是更好。家子李建平，去杭州读，可能去当六年级，去出来就想了当解放军，因为解放军可以保卫祖国边疆。家子李怀在，今年。可能懂六年级，即便梦想想当一名医生，不理中文，也可能只懂六年级。即便梦想就当解放军，因为解放军保卫祖国，建立家园。今天你先上。可能就可能就会好。地球不讲天天就想当老师，就想把老师所教的知识传授给全国的。家不理外人，只想当老师，认为只认为老师的最优秀，只想让这边所有知识交班。
上班，比自己家别个大。